等自己小帅哥啊。嗯，你看，啊，要把它丢掉，我帮你丢垃圾桶哈。不要。嗯，你看那个是大魔王哎，你把它丢掉，改天你就啊呀，先穿在脚上，再戴在头上哦。我要咳嗽了，不可以再喝那个苹果牛奶了。阿欧提，你呢？也当擦干净了，嗯，鼻涕流滑梯了。嗯，不行，关起来。不行啊，你在流鼻涕又咳嗽。嗯，这个想要喝哎。你在咳嗽哎。今天晚上睡觉想尿尿，明天再喝，明天再喝。嗯，妈妈说什么？咦，明天再喝。你今天有喝苹果牛奶？对不对？嗯，还有。没关系，先放着。你要拿进去冰，明天再喝。不要。嗯，明天再喝，快点。不行。明天再喝。明天再喝，你今天已经有喝过了。为什么？等一下要睡觉啊，嗯，你要睡觉会一直尿尿，嗯嗯。这个就是这个小孩现在开始哦，被换。好了，明天，嗯，明天我再给你喝，你拿去放。哦，嗯，最后他有拿去放。你要丢垃圾桶。哈哈。嗯。那好啊。你要头藏起来哦！你看不到了。嗯。你们看不到了。是吗？好了，那这个玩具收一收吧。不要。等一下要休息了。可是我还要玩哎。你还要玩？再玩五分钟，等一下要叫宝宝玩。嗯。听妈妈说，玩五分。五分钟吧。五分钟啊。对。对，你早上都睡太久了，要玩滑步车都没有时间。早一点睡，早一点起床。因为我们要睡很久。所以早一点睡啊。